我们的祖爷不仅为我们要发放蛋糕，稍后还会为我们发放爱玛多七周年定制的咖啡和水果，会在我们的吧台里面。如果大家想喝咖啡的小伙伴们，现在可以去排队哦，限量七十杯，限量七十杯。好，现在祖爷开始为我们发放蛋糕了，请大家排队，排队，注意安全，有序排队，依次来领取。第一个啊，可以放吗？可以放吗？随便放，随便放，可以放，可以那放。哇！我们会放，我们会一样一样放。不放，咱们安全点。不放，不行。